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坤这个节目叫现代印度，我是太阳。今天是2022年4月13日，因为各种的关系，我们有很多天，例如母亲节、父亲节、男人节、妇女节等等。在这里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，可以叫丈夫节。在印度北部和西部，8月农历满月后第四天庆祝。传统上，已婚妇女为他们的丈夫建设一庄田，可是现在单身妇女也在这个节日感到幸福。这个节日的起源有很多故事，但无论起源是什么，都有助于保持已婚夫妇中间的浪漫。